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这边买这个陶瓷，而且做那个腌米，因为呢，之前家里面呢是借亲戚的，然后借多了也不好吃，所以说只能自己来买一个大的，然后去腌制。 所以这个陶瓷腌制是比较好的，要买几个大的，大的才能够腌。哎呀，可以装酒。拿几个吧，大的300多块钱，有点贵。啊，贵啊！比那，都来，三个锅。 300块钱，300呢？哎，老板，那都感觉热，可以来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弟，咱们玩什么啊？ 来，我们买这个大的，我们买两个吧，两个人就不够的。他说390，但是350可以买，但是300我就有点贵，感觉。我学了个，再学会，我爱你。呵呵。啊，我。这个开销，我来。姐姐，收到拿走了。 这个这么好，我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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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买了三个大盘子，一个350块，然后一个是1080，还有三个盖子，三个盖子那个不是没有盖子，是自己加的盖子。我只要用那个盘子腌制那个腌制其他东西，像用那个塑料桶去腌制的话，肯定就不好了，它相差是很大的。开了吗？开了，老板。到三点钟吗？还商量呀，这。那个，没啥。啊？今天我们这里来，现场这里买了三个大盘子，然后现在我们要准备回家了，天已经黑了，但是也要回的。
那个那个什么什么。